如果你被一群人孤立了，该怎么办呢？首先，不要自暴自弃，你需要找到这件事情的起因。如果不是你的错，一定不要主动向他们示好、低头，这样做只会让他们更瞧不起你。真正厉害的人很少在乎被人孤立，他们会利用被孤立的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来提升自己，通过自己的能力来吸引、聚拢一批人。记住，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对你满意，走不到一起的人就远离，聚不到一起的圈子就要选择丢弃。你谁都想去讨好，最终你谁也不是。我是妹总，关注我，让你少走弯路，多避坑。